等等等等，哎，爸，这就是小花，叔叔好，叔叔给，走，随便坐，嗯。千挑万选呢，怎么挑了这么块料啊？你放轻松一点，你不要太拘束。我爸这人真行。你去给我打点酱油去。不是爸，我昨天才打酱油。哎呀，你废什么话呀？叫你去你就去。叔叔让你去打，你就快去啊。那行，爸爸，你等着我啊。嗯、你要不要吃什么？我吃鸡腿。行，等着啊。嗯。姑娘，叔叔，我们家有件事情。我不得不提前跟你说，不然我这心里过意不去。什么事情啊，叔叔？我们家有祖传的不孕不育症。真的假的？要说这病，从他太爷爷那就有了。他爷爷，我们都有啊。那这个炸炸，他也一定会有这种不孕不育症的基因。如果你接受不了，你离开了，我们也不会怪你。我接受不了你们家族这种不孕不育症，我们家还等着我生大胖小子呢。叔叔，对不起，麻烦你帮我跟炸炸说一声，我跟他分手了。花宝宝，哼，你们家有祖传的不孕不育症，你都不跟我说，你个骗子，哼，再也不要来找我了。不孕不育，祖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便便。今天便便要给大家分享一款最近一直在玩的游戏《便便决战沙尘》。搜索微信公众号六点半，点击游戏按钮，进入《便便决战沙尘》。你们看便便炫酷的翅膀，看起来是不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呢？迎接清闲周末，躲避炎炎夏日，一起来和便便决战沙尘吧！咻咻咻咻咻！董王，你不来玩一下？陈翔六点半